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我是葡萄，今天继续玩我们的乌托邦起源。OK，进来我们的 PVE 伺服器里面。好，我们进来了。然后在上一集的时候，如果各位有发现，就是说，我那时候我的麦就我没调好，就发生就是大爆麦的情况。然后我有去玩，我有去补救啊，我有去补救，然后尽可能让我的声音不会大爆麦。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候也不知道是调到什么东西，我麦克风它的音量会直接调到 10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各位观众知道如何就是说把麦克风的音量锁在同一个数字里面就好，比如说麦克风调到85就可以了，然后不会再往上升，有没有这种方法可以让它锁定的？应该是没有吧。好，那我们这次要做什么东西？因为上一集的时候我已经采了很多金矿嘛，然后已经烧成，我看一下我的背包在这里有烧成很多的金锭了。金锭的部分我们就来做一下金色装备啊。制作的话，我看一下，先做一把金剑。金剑的部分，然后我有挖到这个，这个就是红宝石，这个是制作武器的时候可以让精致武器变得更锋利。好，就你了。好，我们来制作一下。来吧，来吧。精良金剑 ，OK。然后再一个，这个什么金镐，我也拿来用一下好了，这样之后挖水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好，来。来来 ，Come on， 金镐，精良的金镐 ，OK。那我看一下金剑在这里，哦，最大水分加10，然后对恶魔伤害加2，然后这个什么耐力加7，负重加哦，这负重可以加比较多。好 ，OK。那我的这个装备嘛，这个金剑这个装备我就给它放在这里，然后。金镐放在这边，然后至于这个银镐的部分嘛，我想一下，为了避免就是说这个银镐我还不要留着，对哦，我都忘记要做装备，制作装备的部分要用这个制作熔炉这个，然后我来做，刚好我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刚好我的那个魔晶不太够哎。玩具的部分嘛，好吧，就反正一定要换的啊，对不对？这一定要换的啊，装备一定要淘汰。先做衣服好了，然后我没有添加剂，之后改天再做。来个哦，精良的黄金铠，好。黄金铠非常神秘，可是黄金一般来说是软的。没错，黄金一般来说是它是很。纯金好像很软，所以实际上不太可能有真的黄金装备吧。我说在现实当中，然后再要做什么？我要做个裤子吗？我就做裤子好了。来吧，来吧，来吧！啊，黄金裤而已，好吧。然后黄金裤非常的神秘。OK， 然后看一下哦，防御加16。可是我这样，我负重量有点降低耶。好吧，不管，反正就先这样好了。然后我把我的东西都存一存，打开箱子，然后金锭的部分存进去了，然后看一下哦，然后把这些都存进去，免得负重量太高。OK， 银镐的部分嘛，这把银镐我要给它修一下哦，修理，还可以修，好吧，修一下好了。不过等到时候金镐爆的话，对，因为我这次我还是要去探险，我打算还是要去探险一下。探险的话，身上的食物、水啊都有。好 ，OK，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发了。我们这次上一次逛把那这上半部的地方全部都逛完了，逛完，那我们这次要往下面走，就是从春地海岸下半边这样走过去，然后我们来这个地方好了，就来这个地方。好 ，Let's go。OK，
OK，那我们来到这边的灯塔了，这个就是春日海岸的灯塔。哇，还蛮怀念的。虽然说我玩这个游戏也才玩差不多一个礼拜多而已啊，怀念个屁啊！然后这边有一栋，哇塞，这个是大城堡哎，哇塞，大城堡哦，我进去参观一下好了。这边跳上去，来，哇，大城堡哎。哇，这是谁的家啊？好厉害哦！哇，可以布置成这样还不错哎。还有一只猫哎，你好，猫咪。哇塞，这是谁布置的啊？哇，这个城堡还真厉害哎，对不对？应该是老玩家或者是一些游戏团体吧，就是一些人组成一个团体啊，然后来盖房子的。然后这边还有一台汽车哎，哇。然后上面的台灯是怎样？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对不起，因为我还是有点鼻塞啊，所以有时候那讲话会突然停住，就是我那个鼻子里面有鼻涕。OK，还不错。然后往上看一下，哇，还不错哦。这盖这房子的人真厉害哦，还不错，还不错。你看，不要说还不错，这应该说很厉害，很厉害。这个是他们的家，请问下这个家是谁的？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来底下来这部影片的下方留言一下哦。OK，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过去。Go go go！这边往下走的时候，我好像都没看过这里。有些大部分人都把房子盖在这些地方。捡一下沙子，捡一下沙子，这很重要。沙子是很重要的升级建材。OK，然后这个也要捡，这个也要捡。顺便参观一下一些人的家好了。这边建讯哦，不能使用。什么声音？有人骑，这是什么鸟啊？这是渡渡鸟吗？它在干嘛？它在干嘛？它卡住哎。哇，他们那盖房子的时候我都累个，就是他们那房子在跑出来的时候我都累个。OK，我们继续往下走。哇，这边沙子好多，难怪有人要把房子盖在这边。这边沙子这么多，好，真好捡。捡，这些都要捡一下的啊，对不对？哦，对，我顺便测试一下金剑的伤害。哇，30，30，哦，还蛮痛的，哇塞！啊，换金剑果然是对的，不知道那个水晶剑的伤害多少。好，我们继续往下走。然后，哦，对了，顺便来看一下金镐的十四。哎，我记得用银镐挖银矿的话，好像是十一那边吧。然后银矿用金镐挖银矿就是十四。我刚好身上有一把快捷键，我放在这边好了。然后我来试试看银，哦，十一。对，用银镐挖银矿是十一，然后金镐是14，伤害好像有差吧，差三其实好像也差蛮多的，伤害差个三就差蛮多的。OK，Go Go Go！不知道那什么东西？金字塔哦，没事，这别人家，我还以为是金字塔哎，还有高兴一下，我以为应该是金字塔。这边等级大概就还是维持原来的什么一至五等而已啊，这边就春日海岸附近而已啊，怪物不会说很强。哇，砍一下就死了，哇，砍一下就几乎快要死了。等下，OK，我就这个地图嘛，这个游戏嘛，你越往北边或者是越往高处走的话，会越来越远。那如果我今天我是往南方走嘛，对不对？我往南方啊，所以代表说会越来越热的意思嘛，是不是这样子？OK，继续往南方。招架，招架。
看一下地图的部分，这边也有金矿哎，不过我应该要先把这地方解锁吧，对不对？好吧，我们继续往南方走了。到了这边，你看各位看一下，到了这边的气温还在维持在19度，晚上的时候气温还维持在19度，那代表说你越往南边的话，应该是越往南方的话，应该是越热。什么声音？哦，是猪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声音，臭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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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OK， 这边河好像蛮多的哦。不过这个河嘛，我就不搭船，我直接游过去啊。这条河叫集河，有没有新河啊？不然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白河啊之类的？哎，白河让我想到一间学校，请问那间学校现在还在吗？因为少子化嘛，有些学校都不在。请问有一间学校好像叫什么白河工商的，请问现在还在吗？有没有这边有没有白河工商的学生？砍树，砍树。哇塞，真的，这是靠河边的话，沙子越来越多哎。靠海或靠河边，沙子都很多。OK， 继续渡河。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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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边一样还在春日海岸。我这草莓记得剪哦，这些草莓啊，什么水果都可以拿来用。很是那个吃水果的话很方便用来补那个口渴的程度啊。走这里，走这里。这个 BGM 真是让我觉得不舒服哎。我觉得下面好像有什么地形哎，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地形？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那边有一棵树，那个树，这个，那边有个平台，这边到什么春日丘陵了？对了，这是什么树啊？我砍一下好不好？这是什么树？右行炸弹树什么东西啊？我砍这个会，他说炸弹树砍它会不会爆炸？这是什么东西？炸弹果，不稳定的云球体，这是什么东西？炸弹果是干嘛的？一看就知道做不好的东西啊，对不对？武器哦，怎么回事？哇，突然间跑出小鬼。OK， 修一下啊，好吧，只要用拳，怎么办？没有树，好，用这个敲。哎呀，好，不要，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喂，我没有木材。好吧，算了，那个就不打了。炸弹果可以干嘛？然后这边这棵树，这棵树不见了。各位看一下，这棵树不见了。然后它宝箱还在吗？宝箱也没了。哦，他要追我。这酷射手才十等而已。啊哈。等一下，砍个树人，然后我要修一下我的银斧。OK， 有了，修吧，耶、yeah。这边有一只蓝色的马啊，我刚好有没有带那个、啊？我记得我有抓蓝色马的饲料，好吧，没有带，算了，下次再抓好了，有机会再抓，有时间再抓，有可能再抓。哦，这边有羊，这个羊刚好也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羊毛。
大家可以多杀一点羊啊，羊会掉羊毛可以做衣服啊，然后掉兽皮也可以做东西啊，有的没的，大家不妨可以抓那个杀一下，杀一些羊啊。干嘛？你要干嘛？你们这些臭小鬼！